诶，各位会员朋友好，欢迎又嚟到 Layman 嘅频道。咁啊，今日当然要同大家讲下，咁就喺10月9日，马会安排咗10场，咁就系泥草混合赛事嘅全场分析啦。咁啊，各位未订阅 Layman 嘅 YouTube 频道，可以免费订阅 Layman 嘅 YouTube 频道，另外亦都可以加入小弟嘅 YouTube 会员月费计划，去支持呢个讲真心话嘅真正嘅赛马台。咁啊，呢文對上嗰日嗰條片都講咗啦。咁啊，因為今日有4場咧係泥地賽嚟㗎嚇，咁啊變咗咧個泥地狀況啊，有冇雨啊？以及咧利放利追咧，咁啊其實真係要落場跑嗰日咧，先至係逐場去領略嘅。咁啊，但係另外嗰6場草地咧，咁我自己都覺得咧，其實揀馬亦都唔係咁容易㗎嚇。咁啊，聽慣 Layman 嘅朋友都知㗎啦，我一年都冇幾多日咧係會講係覺得有啲混亂嘅，咁啊其實今日咧就係有啲咁嘅感覺㗎嚇，咁啊 Layman 都係揀一啲有實力嘅馬，咁啊另外咧個注碼嗰度咧就睇下當其時泥地嘅狀況咧，再作出嘅調整啦，咁啊有理有據地揀馬，咁啊講翻對上嗰日嘅成績啦，咁我出3條片，咁啊有2條咧重心過關 Q 咧。就400幾1條啦，200幾1條啦，咁啊嗰2條咧，有1條就中到3重彩，1條啊中到4重，2條都中4重彩啦。另外咧就有1條啊中位置 Q 啦。咁啊，另外2隻投注馬同懶馬啦，咁啊叫做仍然贏，咁啊堅持自己同大家睇集嘅功夫，以及就係睇到佢上次就係咁喺度懟啦。咁啊，如果唔係攞位失一失咧，可能個成績啊更好啦。咁啊，而家有個 pay 啦。咁啊，希望繼續都係 keep 住個成績啦，有啲運氣啦，可以同大家去揀下馬，揀一啲有理有據去揀嘅馬啦。咁啊，今日第一條片咧就揀第6場咧泥地嘅3班1650啊嚇。咁啊，利放利追咧就暫時真係無從估計啊。咁啊，但係大家都知啊，Layman 揀馬咧都係揀嗰場馬嘅形勢啊，同埋配合到會唔會有啲實力馬啊，去研究下啦。咁我覺得呢一場馬咧，除咗個泥地狀況不明朗之外啦。咁啊，其實咧，Layman 度咗落去睇晒所有片啦，各樣嘢咧，咁啊極速飛彈就未跑過泥地嘅，未熱過身嘅。咁啊，另外咧就神州飛驅咧，亦都係未跑過呢個泥地嘅嚇。神州飛驅、飛馬將軍都係嘅喎，好似啊，等下等下。飛馬將軍咧，亦都未跑過泥地嘅。咁啊，另外，泥地經驗有，不過咧都好耐之前或者好少跑啦。咁啊，包括有赤馬雄風啊，全民皆知啦嚇。咁啊，熱過身嘅，咁啊有禪政寶驅啦、閃電啦，咁啊另外仲有嗰只叫做赤馬雄風啦、全民皆知啦、喜連衛星啦、型男啦、飛馬將軍啦，同埋源源動力呢啲都熱過身嘅。咁啊睇過晒所有嘅馬嘅跑法啊。咁啊，其實放頭馬呢場都幾多嘅喎嚇，咁啊，好似禪政寶驅，雖然佢唔係話堅托托由頭帶到尾嗰啲放頭啦，咁啊，但係咧佢都係守住二三位啊，喺外碟走啊，都係擺得比較前嘅。咁啊，另外赤馬雄風咧，咁啊，雖然呢2場，尤其是上一場一出閘有問題啦，加里若然佢交翻出水準咧，佢都係擺前嘅。咁啊，幸運傳奇啊，更加唔使講啦，都係擺前嘅，全民皆知啊。甚至乎印水紙啊、源源動力咧，都係擺頭走嘅馬嚟嘅喎。咁我睇下當日個泥地狀況咧，若然真係後上馬唔係話相對好不利嘅話咧，咁我呢一場嘅個人策略嗰方面咧，我會比較選擇揀一啲後上馬搏佢哋咧，就係、有一紮前領馬，睇下會唔會拉快啲嘅步速啦。咁啊，既然要搏後上馬嘅，咁啊，Layman 揀嘅馬揀邊只咧？咁啊，上季咧就同大家揀一場潘頓一騎就贏嘅，咁啊跟住咧其實就連番都有接近表現，上場跑草地亦都係嚴重塞車嘅，咁啊先揀咗呢一隻型男啦吓，咁啊今日咧潘頓就騎翻呢一隻型男啦，上次走去跑1400米賺咗啲步速啦，但系翻到嚟咧直頭阻都冇得阻嘅，咁啊不如睇翻下潘頓咧喺4班12檔點樣出閘整啲跟前啲咧。
就当其时孭到133咧，就点样赢呢一只型男啦吓。至于全场嘅分析咧，策局咧就要今晚陪呢文事前 live 嗰度咧，先至去细心啲去研究啦。咁啊呢只型男啦，咁啲12档啦，咁啊倒不如怼上去搏下摄唔摄到位啦。咁啊今日呢只型男咧就系5档啦。咁啊，其實佢喺三班咧，即係贏完呢場上咗三班咧，佢都有個接近嘅表現啦。咁啊，呢只雖然係一隻唔係幾大隻嘅馬啦，但係都幾忠心肯跑嘅馬嚟嘅喎。咁樣泥地啊，更加上好似表面上咧泥地嘅衝刺能力啊更加勁啦。咁啊，今日潘頓立翻嚟騎有個好啲嘅檔位。如果好似頭先阿 Layman 所講咧，都有咁多快馬嘅，咁啊希望阿潘頓呢一場咧就唔好有嗰啲乜嘢上季嗰啲咩福星高照嗰啲塞車情況出現啦嚇。咁前面如果真係有啲馬走下嘅咧，咁啊呢一隻型男咧，咁啊留住嚟爆一段咧，咁啊應該都係有得折下嘅，咁啊睇下佢今日係點啦。上次就失咗車噶啦，咁啊今日咧換到潘頓嚟騎啦，咁啊其實呢一場咧贏咗落去都基本可以講話係 easy win 嚟嘅。其實佢呢場都塞嘅，塞到最尾呢度咧。佢次次轉完個彎都擰側個頭嘅，咁啊呢度拍落去咧又唔換腳啦，咁啊依度阿潘頓再騎多幾步咧，其實都好 easy 咁樣就過咗嗰只印水紙噶嚇。咁啊其實嗰只印水紙咧上一仗先至係阿潘頓贏嘅，不過就上季啦。咁啊潘頓今日咧都繼續幫即係肯幫呢只型男騎咧。咁啊，睇下潘先生又點樣發揮呢一隻型男啦。咁我覺得咧有咁多快馬走嘅，咁我都覺得咧。呢只型男咧都可能有条件有得接嘅，咁啊第二只要拣嘅马咧就拣翻呢只禅圣宝驹啦，咁啊虽然啦佢咧就系、是、一只都系属于放头嘅走啦，但系呢只喺放头里边咧佢系识得追喎，仲可以有爆发力嘅马嚟嘅，咁啊睇翻上季啊呢文咧就连续搞佢两次嘅禅圣宝驹呢只灰马咧，咁啊睇下佢喺末段嘅时候咧就。都幾犀利嘅呢只禅圣宝驹啊！本來後邊嗰只馬想彈上嚟再追佢咧，其實佢阿馬亞再打落去咧，我都講過佢分開二段加速嘅嚇。咁啊，但係今日都始終叫做135磅咧，真係唔輕嘅，同埋都有幾多放頭走嘅馬噶嚇。咁啊，依度你睇下，突然間佢又再加速再飆上去嘅，咁啊呢只都係超速啦，呢只都係今日嘅對手幸運傳奇啦。咁啊，所以咧呢一隻咁嘅禅圣宝驹咧。在咁多放头马里面咧，呢只系叫做末段咧，系仲有加速力嘅。咁啊，上一场咧跑一场1400米，佢都系有受阻噶。咁啊，拣埋呢只啦。咁啊，第三只要拣嘅马咧，咁啊，我都系拣埋呢一只试习试得唔错嘅极速飞弹啦。咁啊，因为佢个档位就比嗰只叫做闪电就好啲咁解啦。佢又未跑过泥地嘅。咁啊，第一次過嚟嘅啫，咁啊揀埋極速飛彈啦。咁啊，第四隻嘅咧就第一次跑1650嘅閃電。咁啊，今季兩場咧就跑1400啦。其實兩場佢都有追勢嘅。咁啊，今日個檔位係比較窄細一啲噶啦。咁啊，既然阿 Layman 今日呢一場買個策略咧，我個人都係搏一啲守住個位有得追，搏前邊即係搏前邊放快啲嘅步速咧，因為多馬搶啊嘛，所以咧就係、是、有咁嘅選擇咧，都係揀一啲守住個位有加速力嘅馬嚟嘅。咁啊，第一隻就係型男啦嚇、啊，即係一快步速嘅，咁啊應該呢啲馬咧就係、是、守住個位有得擠嘅。咁啊，第一型男啦，第二隻就係禅圣宝驹啦，第三隻試習唔錯嘅呢只極速飛彈啦，第四隻咁啊呢只咧係個檔位比較差啲嘅閃電啦嚇，咁啊。其实呢度都有两只马冇路程根据嘅吓，咁啊，但系就符合阿 Layman 自己呢一场马咧，就搏前边啲马，追马嘅能力并不特别强啊吓，即系有几只放头马，但系嗰几只放头马咧，又唔系话识得啲乜嘢追马噶吓，咁啊，希望咧就当日嘅泥地状况咧，就后上啊，守住个位嗰啲马就唔好太蚀底啦吓，咁啊。希望各位贏多啲，咁啊，另外睇片嘅時候可以盡量俾下手指功啦，留下言啦，咁啊，希望咧
就星期日跑完咧，你哋俾阿 Layman 分享嘅仲马片咧，仲马嘅彩嗰个相咧，咁啊希望各位签个名落去啦吓，希望真系可以条片越嚟越长，多谢支持。